Hello， 朋友们，哇，远道而来的贵客啊，香港过来的，多加带我过来的啊，已经找我买了很多东西了啊，准备来逛一下天光墟啊，来捡捡漏啊，走吧，那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这个主要就是逛，然后看演员，看你有没有想要的啊。里面就是现在就基本是进货，它是分两摊的，就是白天是卖进货，就是已经抛光过的，然后晚上是卖毛货，那些还没有抛光的，现在就还没有换摊，这种就比较普通的。要小半圈了，转一圈是吧？转看有什么。行，主要是来感受一下气氛的。对啊，该买的已经买完了都。破产了，又破产了。做了切割面，所以就很散。对对对，啊，这种怎么讲？一条，还是一手？卖价多少？全部可能去不了。能逛多少？行，我再逛一圈，好吧，谢谢。看看喜欢什么样的。这个是如意，这个可以吗？对，这个也可以，但是这种全身底的，一般有猫腻。哦，明白明白，就是底下会垫一点色。哦，明白明白明白。全开盖的就明白，我明白。这个裸石普通一点，就是稍微闷一点。当然了，你价钱嘛。对。就便宜嘛，他们都是自己的厂家自己拿出来去拿货的，都有，不一定，有些是就是二道贩子，有些可能是自己的，所以这个不好判断。但是我们捡漏就是买毛货，外面就是可能几件货的，那肯定就是一手的。这个差好远啊，这个差好远。我忘记告诉你们，下次就是来逛这里，不要大包小包的。对啊，拿刀出来，像我这样就好。即使他能便宜卖给你，他也要拉一拉价，因为你只会来一次。这个就是饰品，饰品来的，只能说是称之为饰品。对，香的微料。对，这个卖多少？两条是吧？一手的。啊，一手，15。不过现在这种颜色的就是不便宜。啊，我刚才说的6000就是这2019年的货，这可以上去看一下。为我，可能真的是摆摊的货主比那个顾客还多。现在就是养活很多，天光区还是做同行生意做的比较多，就是养活很多人了。对，今天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地陪啊。老人家都最喜欢捡这个了，是吧？太你这个在这里就几十块钱，对呀、啊，就卖给你，几十块一两百。不过社会确实，你想要什么货都有，各种奇形怪状的，什么题材的都有，想得到出来都有。哎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题材都有。这个还行，就是对一点点。看喜不喜欢吗？喜欢就可以买一下。来，再看一下吧。要卖多少？说卖价啊。3万，卖价3万。可以啊。那你对我很好的，真香！哎呀，做个培训地陪，经常有人找我来地陪的。对啊，一个人做不了啊。我视频好像也有上一个，那个香港的，也是香港的。好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他看到了，就买了，就买了。对，差一点，你也看不到。这个属于是微料，但是便宜也可以买。对，喜欢的话可以跟他谈谈价。很女生啊，也挺漂亮，应该就这个价左右。啊、这个要卖多少？啊，还要1800，还可以砍一砍，1.18K，然后1.9K，对，但是挺漂亮的，这个小女孩戴好看。那不会差？差不太多，因为这个面料是比较普通的。哦。应该也就这个价格以内，那就我们讲的双眼皮。对啊。那里面还有什么？像这个只有单眼皮。说明他手用多了，这要卖多少？卖价1300。没看看。便宜，可以买，但是应该这个左右就能卖。1100，那是不能卖的。哈哈，差不多了。想捡漏就来门口找跑摊的。啊，这个就性毛比较很高。刚刚这个多少？1500。卖价。这是同一批的。对，它是同一批料子做出来的。这个，它一般扣个比2000的米。扣子要多少？给2000的米吗？那你要卖多少？我差2300。差2300，这老哥实诚。这一对要卖多少？实价。差两个。3500。一手呢？一手4500。捡漏，你说值得买吗？
它那个种水有十几个。这个价差不多，这个价如果能还掉了，确实就很划算。好，一口价啊，3000，我爽快，你也爽快。Nope. 我估计他差不多应该再加一点，这个价他都卖了，估计。那也可以啊。你说个一分不少的。哎呀，不差那一点的，做生意有点格局嘛。格局要打开嘛，要 open 起来嘛。这要命的一手啊！是不是啊？你看这里，不是这里都有点瑕疵啊，有点裂啊。要不然我就不给你还了。这3500真的高高给了，不差一点啊。你开4500，我给3500啊。不卖走了不？啊，下次。其实回去逛一下，问他卖不卖，他说一点就卖了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就是老板。卖不卖？不卖走了，真走了，不差那一点点了，想给你开个张了。这个房子一套有钱的，还亏钱，我还卖不卖？哪里能亏啊？再少点。美国价。那就走了，那就没得搞了。那买货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根据你的经验去磨它的价。买一个王斐啊、铁罗兰那些也可以。前面有明码标价的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个明码标价，这个也是明码标价。这个贵，这个不便宜。多少钱？哇，12000！这纸的都不太行。对啊，那这种的就便宜。这种不值多少？这种要卖多少？1200。不是讲实价，我给你打包，诚心给你买的。不是乱来的啊！1200，那你要慢慢卖的吧。好事多磨，没事，这个就是砍价的精髓。你看这个诀窍都交给你们了，诸葛亮一定要给我一键三连哦！一口价3800，3888，你放我也放。哎呀，这单说三个都给了4000多，等于说一手。那个价卖完赔几百块，是不是？那么单卖。别拉了，差不多了。不是拉，你这东西我没你乱来。差不多了，不卖真走了，这回真走了。就按这个价。好的了。小小踢球。装起来吧，最终还是向生活低头了。4000块钱，确实是很值的。这个是货头，啊，这个货中，这个穿后尾，确实是很漂亮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辛苦，走了，拜拜，大赚啊！那好吧，今天天官区之旅还算有收获啊，但是这4个确实是很有性价比。那我们的视频也接近尾声了啊，那就下期再见了，好，发财，拜拜。